想要去看的，那第一个我想要去看的就是爱图仕 Aputure 的 1200X， 这一个是双色温的灯，但是它有混入各种颜色的光学。那第一个我想要看的就是 Aputure 1200X 这一盏灯，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双色温，但是它可以混入一些颜色进去，变成它有 XY 轴的一个色彩，CIE1931 的色彩空间，但是就是 XY 轴。那第一个我想要看，那进去我第一个看的就是 Aputure 爱图仕的 1200X。那这一盏灯比较特别，就是它是双色温，但是它可以是有全彩的功能，就是有颜色可以混进去的。那虽然它的颜色饱和度没有到说哦全彩 RGBWW 这么饱和，但是我用了之后也是蛮鲜艳的啊，就是没有到那个很浮夸的鲜艳。但是如果我们在后期后置，我们通常不太喜欢用那种全饱和的颜色，不然你那个摄影机就直接 clip， 那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资讯恢复回来，调光会比较困难。那像这样1200X 那种比较不饱和的颜色，那我们后置随时都可以把它增加到超级饱和，但是你如果已经过度饱和的颜色，很难后期把它救回来。所以我们这个 1200X 我已经订了一盏，所以敬请期待，我们会开箱跟他的分享。好，那比较失望的是这个正成代理，他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正成比较没有能力，他没有去申请或者是要到我们最新的 Fresnel， 就是那个超轻薄的 Fresnel， 专门给这个 1200X 使用的。所以可惜啊，没看到那个神奇的超轻薄 Fresnel。但是我们之后我也会买一组，所以。就订阅起来吧。